都想死你们了。哎呀，这过年回家回的晚，赶上29了，饿了，找家面馆吃口面。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，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，升级了，自动升级，提高档次了，可能挣着钱了，进去看看。服务员，欢迎光临。嗯哼，哥，点点啥？冷冻数酒的，不着急点菜，先暖和暖和。有茶水不？有茶水。免费不？免费。两壶龙井。没有。毛尖也行。有毛豆。泡毛豆喝呀。菜系什么菜系？面条系，抻的可细了。你这孩子，你说没等吃饱，让先给我气饱了。特色是什么？海参炒面。海参是正经海参不？海参是海参，正不正经我不知道。你这孩子，哎呀，海参正不正经？我也不知道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去，来碗海参炒面。啊。海参炒面一碗。好嘞。你家咸菜收费不？咸菜5元一盘。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？就是小佐料，花生酱油醋是不是？对。辣根收费不？不收费。来一管。来、哎、哪有吃面放辣根的？海参炒面一盘。来，先生请慢用啊。你先等会儿，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，我要引领。等会儿，什么炒面？海参炒面。玩的啊？啊？咋的了？在哪呢海参呢？光有炒面，海参在哪呢？炒丢了，扒拉出锅了，让你造了。海参炒面，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解释啥呀？海参炒面，海参呢？我叫海参，面是我炒的。完美不？特别完美。菜单拿我看看。吓唬谁呢？在那儿呢。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？不行，本店有规定，点了不能退。对。不能退能换不？那行。太干，换碗带汤的。好，炒面换汤面，走你。辣根准备好没？有。换汤面了。来点水。花茶呀。花茶你就倒满呗，那么抠呢。来汤面净事儿。汤面来了，辣根儿。哎，你姓海呀？嗯。你叫海参？嗯。哎，你就有老妹叫海带。你咋知道我名呢？我妹妹。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？顶着了吧，来吧，来个蒜瓣姐姐，以毒攻毒，这叫玩。哎呦，顶冒汗。行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跟你们扯了，走了。不是，这差不多了，我有不少事呢、哎、还忙呢。没给钱呢。给什么钱？汤面钱。汤面我用炒面换的，给什么钱？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。你炒面没吃，我给什么钱呢？等会儿啊，吃面就得给钱。
你给他算一下。他说的对，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。你别犟了，要啥钱呢？汤面钱。人家不说了吗？拿炒面换的吗？炒面他也没给钱呢。炒面他没吃，给什么钱呢？对不？你俩先慢慢算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哎，不能走。干啥呀？老板，老板，有人吃面不给钱。别这样，别喊老板，就这点事儿。大成的面馆变高端，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？谁？老板呢？胆肥呀！来，你吃霸王餐呢？不是，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，我来吃面管我要钱，不合理。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？这面我就不应该花这钱。确实是，老板，人家有理。你别说，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来了先要碗炒面，他说嫌干，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，吃完就要走。我朝他要钱，他说要啥钱呢？我说汤面钱呢。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？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。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，给啥钱？没毛病。我得走，对吗？对。再见。你先等会儿，面你吃了，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，我怎么有点懵呢？这是。你别懵，是这丫头骗的呀。汤面，他没给你说明白，你这样。后来呢？你别算了，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，好不好？你就是稳稳当当看，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。你就明白了，来，你坐这儿。哎呀，做事这么认真呢。嗯，贵姓？姓猴。谢谢猴哥。八戒，你坐，快，来，你坐。丫头，你瞅啥呢？啊，对。欢迎光临，我是。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？哥，来点啥？先不着急点，冷冻数九，先喝口热水，茶水免费不？免费。两壶龙井。没有。你看他说话。有瑕疵。毛尖有没？有毛豆。你看有瑕疵。什么菜系？面条系，抻的老细了。你看有瑕疵。有什么特色？海参炒面。海参是正经海参不？海参是海参，正不正经我不知道。你看有瑕疵。我说来碗海参炒面。海参炒面一碗。面就马上好了。哎，让老板看看啊，这么回事，炒面来了。炒面，我说你别动，你没吃，我没吃。你问我，我问他，炒面是炒面，海参呢？老板，我是这么解释的，我叫海参，面是我炒的，对，非常完美。我嫌面干，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，换碗带汤的？我给他换了，他就换。看明白没？继续。没结束呢，继续。拿大蒜解一下，以毒攻毒，快点吃就得了你。哎呀妈呀，劲儿太大了。这味儿，两瓣蒜，两管辣根儿，顶能不？顶呢？看细节啊！这时候我要走，我说我走，没给钱呢？什么钱？汤面钱。汤面，我搁炒面换的，给什么钱？炒面你也没给钱呢？炒面没吃，我给什么钱？嗯，没毛病。确实不应该烧人家的钱。对，但是两碗面没了，我没看明白，智商。这样啊，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，
让他帮我捋捋账，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？燕飞，燕飞呀、啊，姐夫，燕飞，快，姐夫，小舅子，哎，这样啊，那个贵姓？免贵姓猴，猴哥，八戒，你说啊，这样，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。专业学的会计，这样，咱家呢丢了两碗面，他吃的，不知道应该找谁要的钱，姐夫懵了，姐夫这脑袋有瑕疵，你帮姐夫捋一捋，行吗？没问题，你这样，这两碗面，两瓣蒜，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，我先缓一缓，借这个功夫呢，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。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，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？九以内的都没问题，来，一起来，靠后。名牌大学，漂亮。五以内的加减法不能超过九啊。好，请听题。一辆公交车上，出站前呢，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，没超过九。到了一站，下去两个人，下去两，又到一站，上来一个人，上来一个，说，又到一站，上来两个，下去两个，不用动，晃我们呢。又到一站。上来三个，下去一个，又到一站，没上也没下，还不用动，又恍然一下子。又到一站，上来两个，下去一个，又过两站，上来一个，问，停，司机算不算？司机不算，没问题。问，公交车一共走几站？十一个人，十一个。我说一共走几站？这样啊，这个贵姓？免贵姓猴。猴哥，咱别整站的事儿了，咱主要是吃面。这么呛得慌呢，我的天哪！主要是找面钱，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。你有理，你怕啥呀？我给你做面子，你干啥去？你给他演一遍。不是，你这样，我档期特别紧。我知道你很忙，这我不能再演了。关键现在不演不行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？我这脑袋有瑕疵啊！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？必须可劲儿上，来。小舅子，你注意看啊，看这面前跑哪去了？行，开始。欢迎光临，免了。拿蒜解一下子，快。往下走，往下走，到重要环节，大学生，你给我看点。我说我要走，没事，你一会儿走不出去，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。我说我要走，注意看，没给钱，给什么钱？汤面钱。汤面我用炒面换的，给什么钱？炒面你也没给钱呢。炒面在这儿呢，人家没吃，这还算不明白呢？这不炒面没吃吗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点账算不明白，都傻呀？是拿这换的，你看把他气的啊！我看明白了，你没毛病。你看，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。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。拿完了，我也有点乱。这样吧，我把我媳妇叫出来。你给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，
我媳妇算不明白呢，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，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。我老丈人专业会计，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。你认得啊？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，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，人家有理，人家怕啥呀？啊！我再给你做十碗面，给你准备吧。你回来，啊，回来干啥呀？咱有理怕？你老破海参，你长得像鲍鱼似的。干啥呀？至于吗？啊？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，走到这儿饿了，想吃碗面。我是赖账那个人吗？我一看菜单，菜单呢？这一碗海参炒面180，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。多少钱？180是写的呢，这写的呢呗？砸谁呀？老板，你要这么定价的话，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？别拿我的名骗人。是吧？我不想在你这干了。你这什么价定的？走，妹妹，你先等会儿，先等会儿，等会儿什么玩意儿？您先等会儿。黑店吗？你这不是？海参面条系列180.0，我定价定的是18呀。菜单谁做的？我做的，没毛病。你给这点点哪去了？应该是18.00，你是180.0，差个点，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。是那个事儿吗？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、天价对虾，你这一点点差了，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？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。对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。对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。对，你家能把辣根都整没了。我看你都呛得慌。贵姓？免贵姓好。猴哥，八戒，你说这样啊，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，这样啊，今天面条算我请客，你白吃。你白吃？我不白吃。 你才白吃呢。你不白吃这人算算不明白，我差钱的人吗？三碗面180，60块钱不用找了，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。啥意思？动啊？怎么的？哥，交个朋友啊，够意思。嗯，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。你呀，二。明白了，姐夫，我算明白了，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。你给我滚哪儿去啊你！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，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。撤。